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瑞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彦祖。啊？谁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。有这么一个问题一直触动我内心：你是砍柴的，他是放羊的，你们聊了一天，他的羊吃饱了，那你的柴呢？让我推敲推敲。那我把斧头给羊，让他帮我扛呗。那你呢？你觉得呢？我是砍柴的，他是放羊的。因为他是放羊的，他去过的地方比较多，我可以和他打听哪里柴多。在聊天的过程，我还能磨磨自己的斧子。那么聊完天，这时他的羊吃饱了，我也知道该去哪里砍柴了。这时我就可以拿起我的斧头，先一个闪现，接一个 Q， 然后接诺克萨斯断头台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羊肉串该怎么卖了。